开始，欢迎收看铺麦呢。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食物啊？你好，你好。我们今天要去马祖。我们今天的这个景色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位于台马轮上方。台马轮也是蛮有历史的一艘船，虽然它老翁老五脏俱全，该有的都有。好，那我们明天早上日出就会到我们的马祖。明天我们就会出现在马祖咯。是的，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大概是晚上10:05。目前我们已经要准备出航，快乐出航喽！快乐的出，今日是快乐的出航。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西岸旅客码头，就是如果你是要搭乘台马轮前往马祖的人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原本是要搭台马之星啦，但是因为台马之星现在在年度检修，所以我们就改搭台马轮。那一样都是要到基隆的西岸旅客码头来去做报到这样子。西岸旅客码头怎么来？你如果搭火车来的话，其实很简单，火车下车之后你就往北站的方向出来，出来其实它就有沿路都有指标。那可能是因为近期整修的关系，所以它的报到处就变得比较远的地方，可能要走一小段路。那来到这里之后，如果要划位，你要怎么先划位呢？来跟着我走哦。报到的话就是先抽号码牌，但其实它应该有那个自动取票，但他们今天坏掉了。对，一定要收齐所有人的证件之后你才可以取票，因为我们刚刚有试过一次，以为就是一张订单的其中一个人就可以，但没有，他要验所有人的证件。其实报到过程很简单啊，但是大家就是约好一个时间。对，假设呢，如果你要吃东西的话，可以自己带过来，因为这附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吃。那我们待会就等大家到齐之后，我们再来拿票啊。嘉靖在喝那个晕船药，哎，给你舔啊，就是感冒糖浆的味道。好，那我们这次搭台马轮买的是双人经济床位，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床位。Come on， 哎，你在家？哎，干什么东西？觉得怎么样？头很晕，真假？好了，这个有点乱，我们不要拍，我们拍干净的。它其实双人经济床位舱位就是这么大，两个人睡应该是蛮刚好的。不然我们看一下男性 ，OK 吧，陈恩，陈恩 OK 吗？但是如果你旁边是一个180，然后可能大概500的，你就会有点难过，辛苦一点。对，我们那时候买多少啊？840块，直接是飞机的对折哎。那它有插头吗？嘉靖这边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插头那些？没有啊，怎么可能？插头在旁边，哪里啊？服务台收假弟兄的心情。哎，明天好像没有声音。等一下对面没人，所以你们就可以分享。来这边呢，是我们餐厅，大家都会在这边聊天，吃一些基隆带上来的美食。看起来非常的华灯初上的场景。最上面的甲板，那这边蛮宽阔的。明天看日出，我觉得这边会是一个不错的点。对，但重点是要爬得起来 ，OK？ 如果有人的那个闹钟响的话，真的是会太吵了。大家都会听得到，全部人都会起来。嘉靖真的很认真在观赏，你好像就是再也不会回来这里一样，认真的看了一圈。真的吗？其实现在的浪有点大，然后我们已经需要站马步了，懂吗？走啦，该走啦，赶快走，以防我们等一下就真的走不到。他们刚刚走是对的。已经吐了，怎么会这样？这是有预想到的结果吗？没有，人家说大船不会晃，人家说大船不会晃，可惜这只是小船。大家都睡了，只有我还在这里服务。其实我觉得二楼蛮晕的，比一楼还晕，所以我觉得我在一楼待一下好了，前浪真的有点大。5:30的月光。我在哪里啊？拜喽。请问日出什么时候出来啊？已经快受不了了。还有15分钟，还想回去睡觉。真的啊。然后他们
这边是我们这一次旅游不会来的东影，下次再来吧。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妈祖。最近妈祖有什么好玩的呢？继续看下去 ，check it out， go！ 这边是我们要来的第一站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第一站叫什么？好的，我们来到我们第一站超群济光饼，因为我们一下船是大概九点，然后我们就来这边吃早餐，这边营业到蛮晚的。这就是人家妈祖的汉堡，他们是用济光饼去做的。来，妈祖卡六要吃济光饼，卡六就是出去玩的意思。然后这边其实还蛮像一个杂货店的。济光饼它以前是福建的传统小吃啦，那据说在以前明朝的时候是给军人当军粮用的，它会挂在他胸前，它中间会有一个洞，就是这样很方便啊，他们骑在马上来。但以前好像没那么好吃，现在就是改良之后它就变成新的妈祖汉堡，那到底吃起来味道如何，待会吃给大家看。看起来好可爱哦、喔、来咯，马上来试试看。它里面就是它上面都是芝麻哎、欸、它这个很像是那个烤肉片哎、欸、很香哎、欸、它煎得很香。对，嘉靖怎么样？你笑了。嘉靖我还没吃，我是先吃头发。跟早餐店的汉堡很像，那个饼，对，它的那个饼齁比我想象中的再软一点，我原本以为它会很干的那一种北方的饼，它是算绵的，而且它有夹芝麻，我觉得还不错。嗯，它这个蛋是葱蛋，拜拜。我是觉得它这一块，它是很有嚼劲的。这中间这个洞就是给军人吃，反正大家来吃就是会了。在妈祖，我先来到了妈祖巨神像。看这个妈祖巨神像有多壮观，它的高度有29.6公尺，这个高度是为什么？它原本跟妈祖四乡舞蹈总面积28.8是相符的，但可能好像妈祖有填海造地还是什么吧，后来变29.6平方公里之后，他就把避雷针给加上去，非常可爱。哦，加了避雷，一样就对了。对，加了避雷针就变29.6公尺喽。它用365块花岗岩组成，象征的呢就是365天日日平安的概念。我们可以环顾一下四周，它这边有点像一艘船的造型。其实我们刚刚没有用走楼梯上来，它其实下面走上来就很像走进一艘船的那种感觉。哦，对，所以在远远如果你在海上看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妈祖很像在一艘船上面哦，对，好有意思、哦，观望着大家这样。然后，如果你要在妈祖巨神像这边拍照的话，你需要走很远很远很远，你才可以架到整一个妈祖。他从刚刚那个天后宫就可以一路这样走上来，只是我们比较懒，所以就骑车。拍谁啦？但是这走应该要走10几20分，你看应该是会很热。超美的，今天天气是很棒的哦。大家可以来朝圣一下啦，因为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妈祖神像。然后现在妈祖他的路上都有，哎、欸，那好像是要这里下得去吗？樱花、香菇啦，可以可以看天灯啊，看不出来吗？有没有配上这个樱花的美景？天灯，会不会你脱口罩就不配了？但是人家说好像不能从那一面进来。戴口罩比较漂亮。你你言下之意就说我们脱口罩很丑嘛？你就讲吧。我们准备。我好不容易快睡着，然后坑大。能给我看？能给我看？你能给我看？不是这样子的。多
对啊，奇怪哎、欸，你们这样很不虔诚哎、欸，哦，真是。懂哎、欸，真的很低耶、欸。小心小心哦，小心。哦，开放时间到五点半。夜店风坑道。原来西服坑道这么碎，自带 echo 哎。哇。好浪漫哦。是要唱歌吗？带你。有有吧。有点波俊的感觉。波俊，我觉得要回应到，因为前面一直下坡，我觉得危险。你为什么？对，他有一段是封起来的。重点他想要冲出去，这个小马仔好可爱哦。认为一个 soldier 应该是要这样不知道我们家女自己知道这个意思哦，你说这个字迹就是讲就是他的字迹以前施工的话他就是要晚上才可以施工他要用他写的那个纸投影到这里来然后再去刻哦，用投影的对酷耶、欸、这就是蒋公对然后他看着对岸那边所以那边应该是中国了。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偷到一个机关嘛。他是想要反攻的意思。这边是整个袋蛋的内部。蛋蛋。他还有卖那个老酒冰棒，那酒味的冰棒，怪怪的。就红糟老酒冰棒。红糟、哦，对对对，他这里面就这边还有卖老酒。我买了。老酒乖乖，老酒乖乖哦，买了一个一包，但是一包要50块，一包要50块啊，这个嘞，50块，所以这样100块一个 set。对，制作性有点错愕的表情吓到了，这样，真的还不错哎，红糟啊，但是后面它现在是甜甜的这样，因为好贵哦，对对对，贵有没有？它这里有它的那个成分，味道，我觉得蛮好吃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试吃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些海鲜的，很好吃。嘉靖，你刚才说什么很好吃？我说白金鱼很好吃，墨鱼条也好吃，真的很好吃。再吃一个可不可以啊？都在这里，白金鱼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我买两包，要拿的话，说说买就买。我上包了，也是买，买回去纪念的。这个我们的传言，都买的超级多多份。姨妈的店。姨妈的店也拍得到煎蛋煎蛋然后 红炒炒饭然后醉虾老酒醉虾这个是凉拌紫菜还有喷出去的柠檬跟红炒肉红炒对红曲饭怎么样很不容老酒虾怎么样快醉了上菜上菜咯嘉靖刚好吃嘞，很好吃嘞。但是有老酒味吗？有酒味，我觉得虾子的酒味比较重。哦，要不然它里面的那个一直在流出来。有，就是这个甜甜的，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哦，我们那个番薯蓬，有一点，可是又不太一样。对。就觉得刚吃那个怎么样？我觉得它是在刚好水准，刚好水准，水准线上。然后我们刚吃的算是五菜单料理，就是一个人400块，然后是一大份的合菜。我觉得其实最特别的应该是我喜欢吃那个老酒蒸鱼，然后嘉靖最喜欢的是那个别人剥好的虾，但是这两个料理都是有加老酒的，老酒是他们家自己酿的，他们家的老酒入菜，我觉得很顺，很好吃。其实我是第一次喝那个老酒，我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很像金门高粱那种很烧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结果其实没有哎，它像很像比较不甜的水果酒，对，不甜的美酒的那种，感觉配冰块晚上小酌，可以，我们女生觉得7分饱吧，男生可能4-5分，不确定，所以我们要去吃下一家 ，Yes， Go。这间是营业到2点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趁这么半小时的时间，可以来填补一下最后的肚子。那我现在就来吃吃看。我觉得马祖他们的菜单都很单一，没有太多这种不同的变化。你算是很好选，就是它有一个最主要的、最热门的，你就是选那个。就是选那个干面。是有名的是什么？它是叫狗面。它就是因为福州他们叫棍子，
对，因为他是用这样子用那个滚那个面团的啦，然后就他们就叫他公公，念变成公公公公公。阿祖好像产那个馄饨汤诶，到哪里都有馄饨汤。我们现在来到全台湾最北的星巴克，大家都会坐在上面这边拍照。他写什么？我们现在来最北的星巴克喝个下午茶。不喜欢那个面。陈恩究竟要吃多少东西啊？很好，我刚刚那个面。陈恩的肚子已经承受太多了。真的。它之所以会叫牛角聚落，是因为那个南竿整个岛的那个样子，他说长得像一个犀牛。对，但是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为什么会叫牛角，因为刚好这个聚落就刚好在它那个牛角尖的位置，所以就叫牛角聚落。大家爱护地球啊！太多垃圾了，可能是被吹上来的。你看这边都有种很刺的草，沿海地区都会种这种东西。他防止敌军上岸的时候，对，这是蛮酷的。对啊，要是我是敌军，我应该不想要爬这种草，好痛。会痛啊。然后这边是牛角部落里面的一个步道，但是这个地方真的好多了。这，哎，傲笑人哦。然后这几个敌军，哇，你各位啊，我们走过来是就是一个面对更多垃圾的地方。然后那边是北竿，对，那是北竿。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瑞士林，那边困了。那你啊，狙击枪呢？狙击枪。现在就是来到巴巴坑道。那以前它其实就是居民躲避海盗藏身的山洞。军方进驻马祖后，哈，它有加以凿高跟挖深呐，是战车可以通过的坑道。为什么叫八八坑道？就是因为它是在蒋公88岁的时候盖好的。对，那现在就是都驻藏老久，常年维持在16到19度的温度，一进来就醉了呢。他说他这是老酒储存区。哦，哎，这个味道真的是越闻越浓。刚刚那边是哪边？靠！哎，这是什么？卖我白懵啊！这让我注意呢，天然蒸馏水呢，滴滴青春。金沙它其实原本的金是金子的金，因为它这边靠近海边，然后沙子非常细，然后在阳光下看起来就像金色的沙子。因为其实这里的人们啊，他们之前都是出海捕鱼，可是因为近几年渔获变少，然后加上人口外移，渐渐的住在这边的人也变少了。那可是相对的，就把这边的历史很经典的建筑都有保留下来。那也是非常适合拍照的一个景点，完美圣地啊！完美圣地，你看怎么拍都好看。在墙上，头晕，靠墙 ，OK， 来摆个 pose， 换个 pose， 拜，蛮推的。哎，所以陈恩，你刚刚说金为什么变成那个金啊？年久了就变成不知道。他说原本是那个金，因为年久失修才金，金就已经不见了。这边就是真的有种那种漫步在时间隧道里面的感觉。这边好像也蛮多那种名式建筑民宿。哎呦，对，哇，真的哎，好可惜哦。如果你们有来到这个地方啊，就下车走走，跟台南很像，你就是走进每个巷弄里面，你都可以发现不一样漂亮的地方。我们吃到一个桂圆红曲米糕，蛮酷的。哦，有。它是那种如何？我很喜欢的那种甜米糕，整个是漂亮的，它好像西瓜哎、欸，对，有点像西瓜，好 Q 哦，来吃一口，很 Q， 然后就带那个糯米的黏性，很好吃，蛮推的，桂圆香很明显。我刚刚只是想来靠近海角。哎、欸，母汤啊，就 O A 啊，就 O A， 我惊啊，我惊、啊，又花额头了，对啊，很烫，我背你啊，惊啦、多沙子，哦，那这边就是一个防空洞而已。这边是金沙聚落这边的沙滩，哇，这边是沙白沙哎，好美啊、哦！这边很 OK 啊，
这边就蛮适合玩的，像刚刚那边就不太适合，像那个金沙聚落对面有一个这个榕树下，然后有一些冰棒啊豆花，然后那豆花真的很特别，是真的老酒聚在一起。喂，闻起来很老酒啦，那个酒哎，对，但是它是甜的，我觉得它的豆花哪有甜，做成像永和豆浆的那种。焦香，焦香哦。阿嘉靖，你干嘛嘞？怎么了？陈恩怎么了？陈恩就跟我一样啊，这跟我一样吃很甜呢、欸，这不够甜。老有兴致的老几。哇，你模仿很到位。他有笑吗？忍不住，我有一点像。大概你这个表情，那个变化。那种满心期待，他吃不惯。哎，你觉得呢？不会啊，那个老酒的香气，老酒的豆花，但是它不是难，但是吓到，就是特别尝鲜呐。我不会想要再吃第一次。我还 OK 啊，我不排斥。我觉得加个汤圆跟那个桂圆的话，应该蛮好吃的。酷啊！反正就是有焦味的豆花，我真不行。可是那汤好喝。看你们要不要一个浪花。我们大概一点四十几分的时候就有打电话来，他其实忘记我们的那一份了，所以他把我们的那一份给别人。但是我们就是有在事先打电话过去，然后他有就有在帮我们留。对啊对啊对啊。一家分多少？我分一个给他们。今天没有开。这个木炭全部长这样，然后把鱼放在上面，然后埋起来。闷鱿鱼的感觉，比欧队还香哎、欸！而且不会有沙子，有蛋哎、欸！你们调欧队不是米，还有比较香。我们这是米跟拿好哎、欸，没有中粉。阿姨，你里面什么料？里面料还有很多，念不完。阿姨自己念不完，行业机密了吧？重点是它里面有一颗蛋。一颗蛋，到底是老酒吃太多还是怎么样？我一直觉得老酒味，而且我觉得不用加酱味了。酷了，反正我好像买到。好险，最后用跑的，直接用冲的，直接不帮人家扶车。这好吃到要这样吗？好吃，我觉得蛮好吃的哎、欸，蛮好吃。哎、欸，它后面有酸菜哎、欸，我觉得它的好大一串哦、喔，还要再拆一串40块，你是不是想吃啊？它不能吃会掉吗？我们就在这里。红烧味道。废话，不是，哎、欸，不是啊，今天吃那个，有一些是乱来的，有一些它是只有红烧的颜色，嗯，没有红烧味道，都有很明显红烧味道。是的呢，它表皮上面全部都是红烧味道。然后干嘛？然后干嘛？最后跟大家提醒，就算你有预定，还是要在预定的时间来拿，不然真的会卖给别人。真的差你就知道，我们把最后的拿下来，我们还要分别人吃。因为别人也是大老远跑来，但是他没吃到，我们分给他们一个，不然他们会很可怜的。我们还有一个阳台，超漂亮的。还可以看这个哦，看我们的海景，而且我们的民宿是还可以直接走下去沙滩，酷吧？铁板相机，而且我们刚老板超级热情，直接带着我们走了一圈栏杆了。看我们的阳台很 chill 吧？我们来吃比萨大王，因为大众饮食店没开，虽然说它的网络上有些有开，但其实是没有开，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可能要打电话问哦。然后桌面线要拉拉哦。对，然后它有些店家的蛋是用老酒下去炸，好吃哦，我喜欢呢，很喜欢呢。是不是因为现在外面很冷？我本来就喜欢吃汤面跟面线，然后它的酒味，它酒味很香，可是不会到很浓，不会到很重很重，可能怎样啊？他直接去买老酒，已经要去买了。我们刚刚有适合老板调的那个老酒，然后蔡晨已经准备要去买了，把这个加进去，加那个，酷。我们现在要来北海坑道，
爱北海，天相思，相思孤魂。笑死！跳起来，去顶一下。哎，怎么那三位？真的，对，是两期呢。哎，这好酷哦！是啊，我们似乎是这里面最年轻的。对啊，你哪一国的？什么车？好冷哦。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发给大家一人一件的救生衣。我们要来做腰撸咯。哎，这个洞穴超酷的啦。超酷的，因为它是前人的建造啊。前人的建造，我们才有今天呐、啊！兴奋呐！里面真的是很黑耶、欸。然后我们这个是要用来泼水，我们要刺激下。然后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不一定看得到，但是一定拍不到。你肉眼可能有机会看得到，但是你一定看不到。所以抱歉了，观众们，对准还是有阴影。越踩越怕。我们现在的我们要进入这个深邃的。里面了，酷，看不到底耶，酷的，很恐怖的，你看前面，酷的，为什么我坐在第一个呢？因为你最勇敢啊，你不怕黑。拍不到，我很喜欢这个哎，超喜欢的。好可爱哦，好酷哦，只是有一点累了啦。哦，你们怎么一直受到刺激啊？因为蓝眼泪受到刺激才会动哎、欸，它会开启保护机制。你看，真的很像魔法棒哎、欸，好酷哦！我们从坑道里面出来啦。他给你那个奖，然后你一直泼，然后他就很像那个流星奖，一直闪闪闪闪闪，真的很像魔法棒这样子哦。真的很像仙女棒，超好。对，他只要把棒子插到水，他就开始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喜欢吗？喜欢，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蓝眼泪必来，只能自己来看啊。真的，我们拍不到。手壮的人来，手壮体力多的，真的。还有你后面的会泼你水啊？你后面会泼你水啊？对，后面的真的已经。欸、这件衣服到底要承受多少呢？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白眼泪，对，我们不是看到蓝色，量还不够多。但我觉得也是蛮漂亮的、啊，对。但是好险我们看到了，就是很酷，而且你还跟他互动，超对啊，互动。我觉得在墙上的最好玩，是是最强。你好可爱哦、喔，你好，那帮你泼墙上，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啊。赞啊！北海坑道的鬼斧，推。开箱开箱。哦，哎、欸，这味道很重哎、欸！哦，哦，麻竹的味道，这几天都是这种味道啊，跟龟裂麻竹味道，没有酒糟味道，然后它是怪怪的口感，怪怪的口感，对，哦，麻竹的味道，什么东西都有含。哦，对，跟老酒的味，老酒味。哦，它怪怪好粗哦，它会不会？而且它，要不要帮你抽抽？我不喜欢呢、欸。要不要帮你抽抽？啊，快啊！好了，南竿这趟旅程呢，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这座小岛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令人意犹未尽的地方啊！南竿在马祖的四乡五岛中是属于人口最多，那观光开发上也相对较为完整的一座岛，但它没有因为这些观光的开发而去舍弃掉它那些历史文化。我们这次在南竿骑车的过程中呢，在路上随处都可以见到一些精神标语啦，或者是战争的坑道，还有那些以前所留下来的军事据点，它这些东西呢都跟观光做了一个很完美的结合。但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很多地方都是走马看花。如果你是很喜欢那种历史文化或是这种战地风情的人，那我们真心建议你可以花个两天的时间，好好的深入去探讨一下南竿这块宝地。那下一集呢，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到北竿去看一下吧。他追你去哦。嗯，
它蛋很好吃。大胆部队见。哦，太大胆了吧！哇，来，不怕风大的，请往下走。太阳大。